请各位调整好动机，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希望早日获得佛陀的果位，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听啊综艺的课程。好，请大家看到综艺宝麻论第40页。第40页的第2段，对，那主张的唯识派这个主张的部分呢是，跟道果有三个部分，那其中根的部分呢又可以分为净和有净，那的净的部分三性和三无性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呢又可以分为净的部分又可以分为二类，也就是说所知又可以分为世俗谛和圣意谛。好，请帮我念一下，又所知分为二类。没有人念，我来念吧。又所知分为二类，世俗谛、圣意谛。以观察名言的理智量获得之境，就是世俗谛的定义。虚假的事物，世俗谛、名言谛同意。以观察圣意的理智量获得之境，就是圣意谛的定义。空性、法性、圆成实，圣意谛、真迹、真如同意。凡是圣意谛。就到这里。首先空性、法性，然后圆成实、圣意谛、真迹啊、真如同意，就到这里。首先所知呢它又可以分为世俗谛和圣意谛，就是两种。那世俗谛的定义呢，以观察名言的理智量所获得之境，就是世俗谛的定义。那虚假的事物，世俗谛、名言谛同意。以观察圣意谛、圣意的理智量所获得之境，就是圣意谛的定义。在这个定义当中呢，有一个名言的理智量。那这个名言的意思呢，就是观察名言，比如说我们在观察一个空性的时候，观察空性的时候呢，就是在观察圣意。那然后在观察空性以外的，比如说色声香味触等等，那这些的时候就是在观察名言。所以呢简单来讲的话，观察名言就是在观察空性以外的世俗的这个法，就叫做观察名言。那理智呢，理智链就是在观察世俗的法的这样的一个练，那他所获得的境，也就是说
他所通达的这个对境，这里面的获得就是获得之境指的是他所通达的对境。那所以呢，总的来说，也就是说，在观察空性以外的世俗的法，建立一个念他所通达的对境，他所了知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世俗地的意思。那虚假的事物，还有呢，世俗地，那然后名言地，这些都是同意的。那深意地的，深意地的这个现象中，也有观察深意的理智念。那观察深意，这就是说，在观察这个空性的一种念，它所通达的对境呢，就叫做深意地。譬如说，通达空性的智慧，它所通达的这个对境就是深意地。那然后空性法性圆成实深意地，那真迹真如同意，都是同意的。好，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再补充一下，请大家看一下上次我跟大家传过的那个有没有两张？那唯识宗呢，他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辩中观论，把这个圣意地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圣意，它就分成三种。好，大家看到了吗？上次我发给大家的这个还在吗？第十一页有没有？了不了义山说赞律第十一页的倒数第二段，第二离门如辩中观论辩中编论于圣意第一三圣意地所谓的圣意，它有三种的意思，而不是在说圣意地有三种啊，就是圣意地所谓的这个圣意它有三种。第一呢，就是为意得正性，也就是说，第一就是意圣意，第二得圣意，第三正行圣意，就是有这样的三种。那意圣意指的是空性，也就是说圣哲相续中的根本
就是通达空性的根本质的他所了解的这个对境，就是意甚意。那然后呢，第二第三就是正行甚意。正行甚意呢，就是圣哲相续中的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它就叫做正行甚意。那然后得甚意呢，就是远这个空性，然后不断的修行，最后获得的这个涅槃，就叫做得甚意。得甚意也就是说解脱，可以说是解脱，解脱就是得甚意。好，那甚意就是有三种啊。第一意甚意，它指的是空性。第二得甚意指的是修空性最后获得的解脱的这个果位，就叫做得甚意。那得甚意呢，它是修这个正行的甚意而获得的，所以所谓的正行的甚意呢，就叫就是圣哲相续中的通达空性的这些智慧，不管是分别或者是无分别，或者是怎么就是解脱道，或者是无间道等等，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什么圣哲相续中的这个道功的，都是属于正行什么呢，正行甚意。好，那然后他们又根据辩中观辩论辩中辩论里面所说的这个什么圣，同样的世俗谛，世俗谛这个名词当中，它前面有两个字，就是世俗嘛。所谓的这个世俗呢，它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假世俗，第二行世俗，第三就是闲聊世俗，就是有这样三种的世俗。好，那这个里面呢，其中这个首先这个假世俗呢，指的是三性当中的遍计所执，所有的遍计所执都是假世俗，假世俗。那然后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就是行识素，那行识素指的是依他起的法都是行识素。那最后的闲了识素呢，它指的是圆成实，也就是空性的这些法都是属于这个闲聊世俗。所以呢，世俗的这个三种分类呢，它是搭配三性而解释的。好，那这个部分各位有什么疑问吗？
刘先生，请问一下，那个闲聊世俗，可以再解释一下吗？闲聊世俗，它指的是空性。如果它是空性，它如果是空性的话，它为什么不是圣意？它为什么是世俗？啊？为什么空性它空性不是圣意吗？为什么它又是世俗？因为我们怎么讲，这里面的闲聊，就是闲聊呢，藏文翻译成藏文的话就是举臂关注。举臂关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言行是没有办法如实的表达，就是这样的一种法。所以他这里面的世俗最主要强调的是言行，这样可以吗？所以以我们的一般的言行没有办法如实的表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最深奥的就是空性。就是闲，闲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明显的，对不对？明显，也就是说非常清楚的能够表达出来的。那谁能够表达出来呢？不能够表达出来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言行没有办法，就是如实的表达出来的。这样可以吗？还是有一点不懂哎。但它不是世俗地啊。哦。我刚才都说过了。嗯。这个三种分类呢，就是在指圣意地，所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圣意，有圣意。对不对？有两个圣意嘛，这个圣意呢就是有三种，他这样讲，不是说圣意地有三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三种圣意它不见得是圣意地，比如说解脱、涅槃，还有通达空性的根本质，这些根本不是圣意地，他们都是世俗地啊，不是圣意地。那真正的圣意地呢，就是第一种圣意才是真正的圣意地，也就是意圣意才是真正的圣意地。那后面的两种圣意它根本不是圣意地，只不过是圣意。所以呢，圣意和圣意地就是有三句型的区别。也就是说，圣意地一定是圣意，但圣意不一定是圣意地。比如念旁，还有呢，通达空性的这个圣者相续中的智慧。那换一句话的话，就是得圣意和正行圣意，它是圣意，但不是圣意地，因为他们不是空性，他们都是世俗地的。那既是圣意又是圣意地的呢？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宝瓶的空性，
或者是宝瓶和纸宝瓶链，什么呢？就是体性异空，也就是这两者的异空是既是圣意又是圣意地，因为呢它是空性。那同样的世俗地和世俗也是一样的。那在这里的，也就是说，辩中辩论当中所提到的这三种，它只不过是世俗的分类，而不是世俗地的分类。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世俗和世俗地也有三句的关系。世俗地它周遍世俗，世俗不周遍世俗地。譬如闲了世俗，它根本不是世俗，它不是世俗地，虽然是世俗，但它不是世俗地。那前两者呢，它是世俗，也是世俗地。好，明白了吗？葛西拉，请问，那我可以说闲聊世俗它是圣义地吗？对。好，谢谢。可以这样说啊。所以闲了世俗的这个世俗呢，它强调的是一般的言行、言语和言行。闲了就是没有办法如实的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闲了世俗，那指的是就是空性，没有其他的。因为在唯识中，在唯识中呢，他们认为最深奥的只有空性，没有其他的。最深奥的就是空性，没有其他的。所以他们认为身为和独觉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因为它是非常的深奥的。没有办法就是小乘的这些呢，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法。可惜了。可是他这个原文啊，吼，他说辩中辩论云，为假行闲了，此于初分真实世俗地。他为什么这边说世俗地中分为三种？要这样解释，世俗地所谓的世俗分为三种，所以这个地要划掉吗？不能，不需要划。哦，这样他就把闲了世俗归分成世俗地里面的一种了，看起来啦，这样文章读起来。词语初分真实世俗地中，初分的世俗地中为三种，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以初分的一个方式来分类的话，世俗地有三种，而没有说世俗地有三种。那这个分类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另外的一个角度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初分的就是方式来分类的话，就是世俗地有三种，
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世俗就是有三种，不是说世俗地有三种。看到了吗？词语，词也就是说，变中边论啊，这本书里面这三种的分类，就是以初分真实身，初分的真实是属地，它有三种。那初分的是属地三种是哪三种呢？第一就是假世俗，第二行世俗，第三闲了世俗。那他们的例子呢，就是陪三性。还有吗？那如果今天这个地方有见的话，见就是有见说的话，词语世俗地中分为三种，如果是见的话，那刚才你说的一样，就是世俗地它可以分为三种，但是没有这样说，它是初分真实世俗地中分为三种，而不是说世俗地中分为三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种什么呢？世俗地的分类当中的一个以初分的分类，而不是真实的分类。初分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初步的，不是真实的。谢谢格西拉。还有什么？这个部分应该很简单。好，那世俗地跟他同意的有两个法，就是虚假的事物，还有呢名言地，这三种就是同意，这三个法是同意。那然后圣意地跟圣意地呢，有同意的有空性、法性、圆诚实、真迹、真如，就是有五个。那再加上圣意地的话，就是六个。这六个法呢，都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在说圣意地，就等于说是空性。那空性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什么区别的。那空性就是世俗地，世俗圣意地，圣意地就是圆诚实，圆诚实就是真实、真如、真迹、法性等等。好，请继续。凡事从这里开始。喂，年年没听到声音。不是啊，刚才在刚才不是他在念吗？那个刚刚是那个甜甜师姐，我来念好了啦。好，你是不是那个凡是圣义地这边，对不对？对，凡是圣义地皆便于自相有，而世俗地则皆不便于自相有。以依他起，虽然是自相有，遍计诸法则自相不存在故。好，
就到这里。好，那这里呢，它就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凡是世俗圣义地，也就是说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义地和自相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圣义地，它一定是自相有。但是世俗地呢，它不一定是有自相有。比如说依他起，它虽然是不是依他起呢，虽然是有自相有，但是世俗地当中的遍计所执法，它不是自相有。也就是在这里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它的重点就是在于圣义地和世俗地，那然后跟这个自相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自相圣义地呢，它都是自相有，但是世俗地，它有两种，也就是说世俗地它都是自相有吗？不一定，也就是不见得的意思。它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呢，比如说依他起的这些都是什么，既是世俗地又是自相有，但是遍计所知的这些法，它虽然是世俗地，但不是自相有，不是自相有。这里面的自相，好，那这里面的自相有，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可以明确的可以看出来，三性当中的，依他起、缘成始，这两者是自相有，但是遍计所知，他们不是没有它不是自相有，那为什么呢？有没有同学回答？比如说色法、色身香味触，这些为什么是自相有？因为它是依他起。依他起啊，那空性为什么是自相有？因为它是缘成实。好，那其他同学有没有答案？依他起的法为什么是有为什么是自相有？空性的法为什么是自相有？那相反的，比如说虚空见的遍计所知法，它为什么不是自相有？好，那自相有的这个自相呢，它有两种。第一就是身相，就也就是说一因而生的相。第二就是究竟相，
所以我们总结的话，这个所谓的自相有的自相呢，是一种法，某种法的身相和究竟相，就是这两种。所以依他起的法为什么是自相有呢？因为它有身相，因缘而生的这个相。那空性的法为什么它有，它是自相有呢？因为它是某一种法的究竟啊，什么究竟的相，所以它是自相有。那除此以外，譬如说虚空，它为什么不是自相有呢？如果是自相有的话，那要么是身相有，要么就是究竟的相有，它都不是，不是，所以它没有自相有的。好，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可以吗？所以呢，关键在于相，有，怎么有？就是相有，或者是究竟有，啊，身相有，或者是究竟相，就是有两种的相。好，好，那请继续。右，右，虚假不一定皆虚假的存在，因为依他起虽是虚假，但并不是虚假的存在。要继续吗？嗯，好。经部中，就到这里啊。好，那虚假呢？虚假，那上面提到的是虚假的事物，对不对？这个地方呢是虚假，而不是说虚假的事物不一定就是虚假存在，没有这样讲。他说的是虚假不一定皆是虚假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依他起他就是虚假，但不是虚假的存在。而为什么这样说呢？依他起为什么不是虚他啊？什么虚假存在？为什么不是虚假存在呢？猜一下，猜。因为他有自相。嗯。依他起，你说有自相。猜的。嗯，可以啊。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准巴伊呢，准巴住玫瑰地。这里呢，藏文里面直接翻译的话，虚假不见得虚假成立。为什么这样说呢？依他起它是虽然是虚假，但不是虚假成立。那这里呢，它翻译成虚假存在，对不对？虚假的存在。
啊，那为什么不是虚假的存在呢？那虚假的存在，所谓的这个虚假指的是分别心。那如果依他起的法，它是虚假成立或者是虚假存在的话，那它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唯有透过想象能够了解的一个法，就是言相，不是想象，言相。因为分别心呢，它都是要透过言相当做一个它的显现境，那然后才能了解到它所想了解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回忆昨天的一个朋友的时候，那今天的这个回忆的回忆的这个概念里面呢，他一定要，你要回忆这个朋友的话，你一定要透过昨天看到他的那个，看到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个影像。如果没有这个影像呈现在你的头脑里面的话，那根本你今天没有办法回忆它，或者是没有办法想，就是想起来。所以这个影像呢，以前在色律学当中提到的这个意共相，它就是这个意共相。意共相呢，就是一个影像，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照相机它拍下来的那个照片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的虚假存在，那如果是虚假存在的话，一定是什么呢？只有透过影像才能了解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依他起的法不是这样的法。比如说色身香味触，色里面呢它也有两种，就是眼睛看到的形状颜色，就是形状和颜色两者，它都不是什么呢？要了解形状颜色，我们不需要透过这个影像的，我们的眼睛它可以直接看得到的。所以说依他起的法不一定是什么呢？虚假存在，就是虚假存在的法。因为了解什么依他起的法，根本用不着什么透过影像，就是去了解这样的。好，那虚假的存在什么？对，虚假的存在的法有哪一些呢？比如说虚空，还有无我等等这些法呢？他刚开始了解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一个影像，这个影像。灵相呢，就是有两种。第一，比如说你听到这个虚空等等这样的声音，然后你所心里面所留下来一个影像，这样的一个影像。第二，就是你自己所什么呢？感觉到的这样的时候，
会留下来一些影像。所以这个影像呢有两种，因为呢一种它有两种身一种和意什么呢，身种跟意种，身种和意种就是有两种，对不对？所以这个影像也有两种啊。那这个部分有什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说那个虚空跟无我，那为什么无我它是虚假存在呢？无我不是真实吗？无我它是真实的啊。那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个虚假存在和虚假不是直接这样相对的，不是直接这样相对的。这个无我呢，刚开始了解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闻思见，对不对？或者是听闻什么呢？听闻这个有关无我的这些书，或者在上师跟前听，然后你心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影像。透过这样呢，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了解的方式。第二，你听到之后自己去什么思维，那然后会留下来一个影像，就是有两种的影像。所以呢，我们刚开始了解这个无我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的了解它，只有透过思或者是闻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影像要去了解。所以它是就是虚假的存在。这样可以吗？明白了吗？好，那阁下我再请问一下，虚假跟虚假存在是什么关系呢？虚假存在和虚假存在这两者是三句的关系。虚假存在一定是虚假，虚假不一定是虚假存在。譬如一他起，对不对？阁下，您说那个虚假存在一定是虚假，那么无我它会是虚假吗？当然是啊。啊？为什么？无我它是虚假。哦，好难懂。刚才不是在解释吗？对啊，无我为什么它是虚假？对，它是透由文思去，没有办法直接理解它嘛。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无我是属于真实的这样。真实的话就是空性嘛，无我根本不是什么空性啊。哦，那阁下啦，那既然有虚假的话，那应该也有真实。那请问一下，真实跟真实存在有什么关系？真实和真实存在。对，真实和真实存在应该是相违。那我要请问阁下啦，如果是相违的话，那原辰时它不是真实吗？它不是真实存在吗？应该不是真实存在啊？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那他我们不是说圆成实是自相成立的吗？他不是地实成立的吗？嗯，地实成立，对。那地实什么啊？地实成立、啊、圆成实，对，圆成实它是地实成立，对对。那所以啊，那如果它是地实成立的话，那我们这边如果安立真实跟真实存在是相违的话啊，这样可以吗？我如果放生意地呢？我如果放圆成实、应该要这样说，因为真实它是空性，对不对？嗯。那，它的相对呢，应该是一个不存在的。我是这样考虑的。比如说，空性的相对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如果空性的相对是一个存在的话，那空性它一定是不存在的一个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好，谢谢葛西拉。好、然后好，请继续把下面的这个两段也就是说根的这个部分茎的部分呢，我们今天要把它讲完，所以这两段全部一起念完。对对，好。经部中唯识中中观中秩序派对于三识和无遮的安立方式都是相同的。色等五境非外在意，因为五境是在阿赖耶识上，共与不共业的习气，习气之力由内视之实体而生起。实相唯识派主张，色等五境虽非外境，仍可成立为初相。假相唯识派主张，不能立为初相，以若有初相，则必为外境之故。好。这个41页，经部中唯识中中观秩序派，那他们对于这个三识还有三种遮出的其中的无遮案例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意思吧。那这里面呢就有排除了这个毗婆沙宗，因为据说毗婆沙宗他们根本不主张这个无遮这样的一种法。好，那然后那色等五境，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境，非外在意，不是外在的意，也就是说它不是外境的意思，这些都不是外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境它的出现，它的出现呢一定要关待我们的意识。怎么关待呢？
他们要出现的话，一定是在，安赖也是上面共与不共业所留下来的习气之力。那习气它觉醒的时候，就会升起五识，也就是说，眼识、耳识、舌识、身识、舌识，这五种它就会升起。这升起的时候，才会出现五境。也就是说，五境一定要观待五识。五识呢，它要升起的话，一定要观待我们的世田当中所留下来的习气的觉醒，不然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说，唯识派他们说，一切内在的法都要观待意识，所以三界唯有心。一定要观待我们的心，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显现在我们的这个心梦中。好，那然后呢，唯识派他们一致的主张是这样的。那其中十相唯识派主张色等无境非外境，虽然这是没有什么外境的，但是色它显现在我们的眼识当中的时候，是以它可以什么呢，显现粗相，它的相就是粗相。那假相唯识派他们就是并不主张色显现在我们的眼识当中的时候，这个相呢它并不是粗相。如果是粗相的话，那他就什么呢，应该要什么，他认为如果这个相就是粗相的话，那一定会有一个唯相，就是唯系的相。那如果有唯相的话，那应该要有一个唯尘，如果有唯尘的话，那一定会有外境的成立。所以因为没有外境，就不会有唯尘，因为没有唯尘，就不会有粗相。那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就是粗，因为没有唯它就没有粗。因为这个粗的说法呢，它就是说唯尘累积所形成的就叫做粗，就叫做粗。所以没有唯尘就没有粗，没有粗就没有相，它是这样解释的。好，这个部分有疑问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下次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就预习一下八识这个部分。八识呢，我们最主要的会解释这个后面的就是二识，也就是说莫那识和阿赖耶识这两种，我会仔细的跟大家介绍。好，有没有疑问？可惜啦，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刚才那一段吗？上一段，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个虚假存在的问题，可以吗？嗯，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虚假存在是不是指片剂值呢？虚假存在，虚假存在大多是指片剂所知，那片剂所知的法。
边际所知的法应该都是虚假存在。所以我们前后就是上下连接起来的话，结合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上面提到的圣意地，什么圣意地便于自相，而遍计所执不便于自相有。遍计所什么依他起虽然是遍不是啊，世俗地，对对，世俗地中遍计所执虽然是依他起虽然是什么呢？自相有，但遍计所执不是自相有，所以我们把这些结合起来的话，它上面提到的这个怎么讲，遍计所执也就是虚假，下面在讲的那个虚假呢，就是上面的世俗，就是世俗地，上面提到的那个世俗地。所以说虚假不一定是虚假存在，可以这样说吗？可惜啊，你的意思是说世俗地有包括，世俗地就是虚假，然后有包括那个虚假，还有虚 假, 虚假里面也要包括那个什么虚假存在，不是依他起，藏文里面是准吧。那当然虚假的相对就是真实，它是存在的。但是虚假存在的相对，它是存在吗？根本不存在。虚假存在的相对就是真实存在，它是不存在的。虽然虚假的相对真实是存在的，但是不一定虚假的存在的相对真实存在它是不存不一定是存在的。好，那剩下来的那你们自己去自己去什么去考虑研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下次再讨论，这样可以吗？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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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这样可以吗？